毫无疑问，香港这25年的发展里面，也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任何的一个国家都是不断的优化自己的体制的。在这个一国两制底下，中国是给了香港很大的自治的一个权利，它完全是福建了一国两制这个承诺。但是这个不代表我们很多基础上的东西我们不会及时去更改，就我们那个立法会以及我们的选委的调整，这不是第一次，这个不是一个创新。令到香港不同的业界、香港不同的一些群体，它有更好的一个代表、更广泛的代表，这是应该做的。谈及此前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船王赵从衍之孙赵世庆日前接受中新社专访时表示，这一决定恰逢其时。他指出，自回归以来，香港历经20余年的发展，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浮现出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因此，将更为丰富多元的社会阶层和声音融入选举体系，对解决当下的问题以及香港今后的良性发展都至关重要。香港我们要重视的是怎么去解决我们的民生的问题。香港很多的一些人在他平常生活里面，住在笼子里面，他不能有尊严。他觉得这25年香港的经济发展，包括祖国的发展，跟自己没有关系，所以香港有很多不安的声音，这是应该的，很自然的。我们这25年过来了，我们要回顾一下我们香港哪些地方做好了，哪些地方没有做好，我们需要有更多社会的声音。因为明显我们现在选举制度底下发出的声音不够多，如果我们可以把香港不同的界别、不同社会阶层他们的声音都讲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对香港今后良性发展，这是有比切迫切的一个需求。作为一代香港船王，赵世庆的爷爷赵从衍创办了华光船务，一度与环球船务的包玉刚、东方海外的董浩云并称为香港三大船王。赵世庆的父亲赵世光继承家业，作为独子，如今赵世庆也从父辈手中接过担子，担任华光海运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在他看来，自己接手的除了生意，还有华人企业家代代相传的抱负与家国情怀。为什么叫华光？因为当时在我们国事、我们的政治、我们的经济实力是比较艰难的时候，华人企业家有一种抱负，有一种心愿，我们要把中国、把我们华人的光彩发挥到全世界，要重塑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的自信，我们经济上的自信。这个不，我们当然不是一家，很多像包玉刚先生、董浩云先生，我们至少这个在这个行业，大家虽然说是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大陆，但是我们并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于祖国那种心情。那这个情怀是一方面是家族传承，一方面是我自己的经历。如今在家族航运生意之余，赵世庆还醉心于传统文化推广事业。他创办了香港文化节，将中国武术、客家舞麒麟、粤剧等中华非遗艺术带出香港，推向世界。赵世庆坦言，这份对国家民族文化的深深热爱与自幼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家族的环境底下，我接触中国文化就好像是在我生活的一个部分里面，加上我母亲她本身那个爱国的情怀啊，包括对中国文化那种坚持。我是13岁去英国留学的，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母亲坚持说我必须要回国，我必须要去北京去学习一年，要不要以只是用英语跟外国人去沟通，要与普通话跟其他的华人沟通，在家里面不要说英语。这是我母亲在我成长的时候给我的一个教训。少小离家游历四方，继承家业，丰富的人生经历让赵世庆对于爱国者治港中的爱国者也有着自己的认知与见解。他认为爱国是治港人才的基本要求和最低门槛，他期待未来的治港者可以具备视野宽阔、智慧博爱、有勇有谋等优秀品质，带领大家推动香港向着更积极正面的方向发展。爱国者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视野，
这个视野一方面是要深切地了解香港，也要了解国际的一个秩序。我觉得这个人需要有广泛的知识，甚至可以说需要有大智慧。这个人需要博爱，我们不是说爱国是挂在嘴边的，这个爱国是从心里面真的喜爱这片土地，真的对香港的人民的生活要关爱。他需要有很强的跟外面的沟通能力，包括对于港人的沟通能力。另外他需要有人格的魅力，他需要凝聚力跟亲和力，把不同的声音大家往香港正面的发展凝聚到一块儿。